啊！但是天气形态都是差不多的，在清晨上午，西半部地区有一些零星降雨，而到了下午晚上，同样是热对流旺盛的天气，所以全台几乎都是水汽天气的情况。再看到北部未来五天的天气变化，再看到了北部未来五天都要影响，所以基本上最高温没有机会来到33到35度。而到了下周，虽然说高压有一些减弱，但是北部还是持续的。每北在阳光。花走在花园来看花，娃娃哭了叫妈妈，树上小鸟笑哈哈，哈哈，拍拍手，牧童拍拍手，走牧童拍拍手，你叫干嘛？家公、爷爷、阿公、阿祖、阿公、阿祖。你家有何地婆啦？你家有何地婆啦？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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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喷嚏！啊，打喷嚏啦！阿啾啦！阿啾啦！感冒了啦，还怕阿啾？因为我打喷嚏呀！阿啾啦！阿啾啦！还静啊，还静啊，好大声啊，还静啊，嘿，还静啊，我打喷嚏了。